场让威秀。首先第一摊，我要这种的好了，好，就一只一只三多小块，三分之二好了，三分之二，我刚被这个扫到眼。今天要做一道菜是泡菜炖排骨，所以要有排骨。在猪肉摊常常买的东西，还有猪脚肉，然后猪肉丝这种东西，就是炒菜的时候很常用的。你看这个就有猪肉丝切好，猪脚肉弄好。298、295，好，被便宜3块嘞。其实刚刚老板说多少钱，我没听到，我就说好。这个东西，他一直会扫到我。客人需求一定要用这个，对啊，要不然商人会一直来。好，谢谢哦。叮咚，开张。好，下一摊，下一摊，好，接下来要买菜。你好，有糯米椒吗？哎，有哎，太好了。好，然后这个，然后我还要四季豆。好。好，洋葱给我3颗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食材漏了。对对对，我要看清楚。葱、金针菇、辣椒，蒜头一个。我要白萝卜。秋葵有吗？哦，这边。好。买完了哎。153、190。好，我又被便宜3块。今天跟山很有缘哎。啊，这个给你们做煎蛋那个炒蛋。好啊，又被送餐，你看。对啊，这就是传统市场比较辛苦的。哦，这个雨，哦，这个雨有点大。我买了几架泡椒冷架。哎，泡椒花枝啊。哦，泡椒哎。泡椒和花枝真的很难分哎，你分得出来吗？你分得出来啊？泡椒比较大还是花枝比较大？花枝比较大。花枝比较大哦。它是边边嘛，对啊，比较大只嘛。哦，多加力啊，拜拜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修正啊。哦，这个就是修正啊。哦，他们都是亲戚啦。修正的话，这个都是亲戚。不会不麻烦。亲家卖地保啦，对不？没啊，亲家都卖地保。阿哥，有那个阿妈，阿妈，哎，一斤就好了啦。在比较在乎，安心吗？哦，差不多。他特地帮你挑哎。对啊，你看老板很有经验，挑然后确定它是活的、新鲜的，没有空空的声音。310哦。对，要放一起哦，要冷冻的，阿妈都冰起来。哦，好，不是三，然后放来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不要放一起，冷冻的会死。可以。我现在要去买豆腐，然后还有泡菜。我带你们去一个店。哎，你们看这边有这种传统面包店，可以吗？我们可以买吗？你们要吃吗？可以，你们挑一个，我请。小编也是辛苦了啦，为了那个业绩，然后逼老板出来那个营业。对啊。哎，大推这种东西，我好喜欢。那我们买那个。好。有人要吃这个菠萝吗？长菠萝，哎，这很特别。好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好，这你们的。留一颗菠萝给我儿子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商店，他的菜酱板很文青哎，你眼神在这里很坚定哎，因为我在这边很熟，我常常来买，所以我速度都很快，没有犹豫。今天下雨，所以人没那么多，然后加上因为还不够黄昏，你知道吗？黄昏市场只是近黄昏，它只有真的黄昏的时候才会很多人啊。我们现在3、4点，所以没有到很多人。可能5点的时候人很多，然后我现在带你们去一个超有味道的老商店，就是这里。这老商店厉害到啊，它有2个店面，你说它厉不厉害？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。我先来这边看看，它这个各种干货什么都有，你看它连种植业都有在卖，有没有？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面条。然后冷冻的东西，好，我要豆腐，我要买豆腐，豆腐一盒的豆腐，然后还有泡菜吗？韩国泡菜？隔壁好，要白羊来一条，跟我多下一。这个店超厉害的，你看它这里各种干货，有没有？它有花豆、红豆、绿豆。
然后这种，然后糯米，你真的是熟门熟路呢。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店，而且这边的人啊都会很有人情味。你看他们连粉圆都有在卖，你还可以自己煮珍珠奶茶。你有想要尝试自己挑吗？没办法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快。我们现在都买好了，东西都齐全了，所以要赶快回家做菜咯。哦，刚刚因为在外面头发整个毛掉，因为下雨天啊，头发真的会毛掉。那身为一个厨师，你知道吗？头发一定要绑好，头发不能掉到你的食物里面、料理里面。那个是安对打面糖。然后我今天要煮的是玉米炊饭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来准备我的玉米泥。玉米的皮要留着，这个呢，玉米叶子要留着，所以可以多一些香气。你的拇指力好就强。没有啊，剥柚子啦，剥玉米啊，这种东西都是我的强项，大家都很清楚啊。但它真的很弯的，你看我还可以再更弯。这样有点可怕不会断吧，放心放心，还好，还蛮好用的。煮饭，我们家厨房坐餐位置是女明星的天敌耶。为什么？看你抬头这个顶光。哎呦，不要这样！现在是什么小小吃？放两刀，然后让它比较好入味，好不好？我也是看网络学的、啊。是为了缩短你的烹饪时间吗？其实也不是、欸，我只是他这样讲，我就乖乖的这么做。放一半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排骨要买了，肉比较多的。你好，哇，好爽啊！哇哇，我赢！其实我应该放轻松一点，对不对？还是说我一紧张就会一直讲话？你一紧张就会讲话。可是我现在被时间拖着走，弄得我不是拖着走，追着走。我现在压力山大哎，早知道不要答应这种企划，只是为了满足你们这些小编的一个叫什么业绩？哼，我们没有业绩，我们是在圆你的一些做菜的梦。我还需要你们圆我的梦吗？我想做菜做菜，我还要因为你们有 cue 我才做吗？也在圆一些歌迷想要看你做菜的梦啊。这倒是可以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要开始炖哦，一个小时计时开始。看起来多漂亮啊！哇塞！有是你想要的样子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真正的吃过啊，我也是第一次做。那我要把它稍微弄一下。这个是我在网络上买的，它是韩国进口的那种辣椒酱。这种东西都是韩式料理的灵魂。大家喜欢吃皮蛋吗？有些人好像不敢。放这边。我会不会真的要等到宵夜才吃得到？我现在已经有点想放弃了。好啦，我会坚持的。妈妈加油！好啦，谢谢你哦，妈妈真的是需要加油啊。这次也是网络上学的啊，烧焦皮蛋，你就是要直接烧这一个糯米胶，然后呢把它烧到有一点点焦。我觉得很多网友搞不好看到我这些行为，应该会有点怒气。好不好？这样稍微烧一下。这是我的 style。啊，对啊。其实说真的，如果今天啊，
我的时间更从容一点，我下午三点开始准备，我会很帅。刀工其实很不错，就勇敢切啊，手要抓好，手指头不要乱动。嗯，有没有香味？哦，好呛！至少要放一点点酱油。这种东西就凭感觉，稍微淋上去就行了。那明明就是我家，我为什么要那么紧张？而且菜单是你自己开的，我们又没有给你什么。对，但是因为时间很紧。对，玉米炊饭。那你觉得这样米的那个软硬度是对的？其实今天就是邀了朋友来家里吃饭，嗯，我觉得我很怕他们等太久，我有点对不起他们。但你很棒哎，你居然做了一道是你第一次做的菜，两道。包括那个泡菜炖排骨，哇塞！那怪不得你今天那么忙碌啊。对啊。开盖！啊，蛤蜊都开了，完美！你看蛤蜊们，哇，一个一个这样给我打开，太棒了，可以关火了。哦，这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我来吃吃看。你刚刚这个好吃哦。哇，嗯，这超好吃的。嗯。好好吃哦。我要做金针菇。我现在加什么？加 cheese 啊，小朋友的最爱，给他焖一下。放现在像。被轰炸过，超恐怖的！我从来没有这样过，这个会是我人生的一大污点。会不会有人觉得我这样撕高丽菜很奇怪？你们会觉得奇怪吗？因为一般大家是不是用切的、啊？你们是用撕的还是用切的？告诉我。蛋是快好了。哎哎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蛋好像好哎，这样好了。哦。不能再更完美。现在要处理透抽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焖熟就好了。还记得一开始的优雅吗？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。优雅是。我绝对不能失态，我也不能说哦，我边走边想没有，我有人当慢吃，我一定要先想好。优雅就吃秒饭。谁说优雅是个？对啊，我如果那么优雅的话，大家都吃不到饭啊，就只能等宵夜。哇，好香哦！这种啊，有汤汤水水的，就要用这种盘子比较深的。把这边弄干净一点，看起来比较漂亮，比较好吃。我是不是做完了所有的菜？哎，我真的都做完了，耶！吃饭了。
觉得我精疲力尽，而且我真的刚刚压力大到，这根本就不是我平常做菜的样子。然后我的厨房现在像被原子弹炸过一样，我真的觉得我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。今天哪一道菜你真的觉得是最让你手忙脚乱的？所有的一切，其实真的做菜都不难，重点是你前面的准备。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准备，可是我又有时间在追着我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就觉得很有压力这样子。但我还是完成了，我有点不可思议。然后现在是晚上7点多了，希望我的朋友们没有被饿死。今天终于让大家看到你的真实的主妇人生。对，其实说真的，做菜是很开心的事情。然后我也觉得，在忙碌的工作之余，有机会好好的做一餐给家人吃，是很幸福的。今天我做菜，我不知道你到底看不看得懂，因为刚刚一阵兵荒马乱。如果你们对哪一道菜对我本人有意见的话，欢迎你 judge 我，但不要 judge 我厨房被炸过的那个样子。我没有办法哎，我等一下还要整理，想到我等一下还要整理，我心都快要碎了。好啦，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餐时间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吃饭了，开动。